为什么戴着口罩啊？因为大家认识他们的时候，喜欢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戴着口罩。今天为大家请来的是在冬奥会开幕式上引领各国和地区运动员入场的我们的引导员们，欢迎欢迎同学们。开幕式上我们只记住了他们自信的眼神，但是呢，其实大家也都有个好奇，就是这个口罩下面微笑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今天呢，不但是他们在你好星期六的舞台上首次亮相，同时他们也将首次摘下口罩，同学们要来跟全国的观众正式见面了。哇！来，同学们期待一下，三二一，三二一，哇！招呼吧，自我介绍一下来。大家好，我叫王艺文，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在本届冬奥会当中担任阿根廷代表团的引导员。我叫蒋苏萍，来自北京工业大学，担任德国代表团的引导员。我叫吴慧岑，来自中央戏剧学院，担任科索沃代表团的引导员。我叫董宇轩，来自北京服装学院，担任哈萨克斯坦代表团的引导员。我是刁月涵，来自北京服装学院，我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引导员。好亲切啊。我是魏宏威，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当中担任西班牙代表团的引导员。我是张梦颖，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担任阿塞拜疆代表团的引导员。我是徐思彤，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担任厄里特里亚代表团的引导员。欢迎。